哇，真的是一场艺术的飨宴呢！我们再次谢谢真心国小打击乐团带来的精彩演出。同时，你看，今天那个赵传传哥就是为了他们而来的。我们传哥也是正熙的学长啊，所以今天也特地要来帮我们的学弟妹好好的加油打气一下。刚刚。